近日，李易峰接受采访片段曝光，镜头里的峰峰身穿樱花粉衬衫，清爽帅气。不过，却有网友歪楼表示，李易峰现在肤色就是和渐变拿铁一样一样的。稍晚被逼营业的李怼怼上线正面刚发文称：“你们是黑咖啡。”粉丝更在留言区评论表白：“我是你的黑咖啡。”哈哈哈哈！李易峰在线怼粉丝，不得了啦，亲自来啦！你非得大家用这种方法才会出来哦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